岁末祝福，这十几场都是人很亲近，看到了台上的一座座的菩提林，台下一片片的大法海，那样的整齐呀。因为呢，每一个法一个字，人人是真有入心，因为法都有入心啊，千种一念心，不管一场啦，千归人，或者是呢，在分成了几场，都是呢有法海啦。这么多人，这个法能异口同声唱出来，这行动能共同的行动表达出来，不分年龄，不分层次的，真正是好整齐就对了啦。有90多岁的也是在这里，我看到了环保菩萨，我心里想，环保菩萨是来观赏这一场慈济人的法海，没想到他们也是法海中的一滴都不减少，他们的也是那样整齐哟。老人家说脚手蹲不蹲啊，还是呢很敏捷，不输少年的。总是呢，这就是慈济人很用心，法入心啊，有法就能度，叫做有法度，人人互相相度，不只是今生，还有来世啊。所以过去现在未来，过去有因缘，我们现在呢很相见，很投缘，共同一念心志向以慈济，所以缘好缘不落也不断，叫环环相扣啊。慈济呢已经52年快过去，再来就是要说53年的又开始，这过了半世纪了，可以看见呐、代代相传。在40年前，我们因为爱上人进入了慈济，我皈依在上人的座下，委员号104。40年来，一心一志，不偏不倚，我更发愿生生世世跟着上人，能够我们一生无量，代代相传。我委员号157，我非常感恩我们上人，我是一心一志跟随上人，只做慈济这一件事，生生世世跟随上人。回想也是39年了，我只以最恭敬的心、真诚的爱来跟随上人，走完此生。来世永远的生生世世感恩。因为当时我当委员的时候年龄层还很轻，所以呢上人就交代我说，他说你很爱做事情也很好做事情，但是我期待你更好做人，你可以带很多人来做事情。所以一场场的家庭茶会
就在家里开了起来，或是到朋友家，许许多多的好朋友都一起来响应做慈济，甚至于我们到国外去，也就是开每一次不同的慈济茶会，于是我们有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在国外遍地开花。他们呢，都是在那个时代里直接接触师父，一一啦，一次一次啦，一直延续下去，所接引的也都是历历呢很宝贵的，这都是呢一团一滴的团，很感动啊，这都是哦，请相信，那爱一滴滴，爱很细腻，但是也要很准确，信己无私，信人人有爱，不是有钱在那里等待，是无私，大家的大爱呢，不断的用信，用信修，很相信师父，接受了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，所以我们要做事呢，很单纯，毫无障碍的呢，让我好做事啊，这都是要感恩所有的菩萨，尤其是资深菩萨。当我要盖医院的时候，大家呢都不问为什么，只听师父说，北京辛苦，花莲呢无有救病的病院，在花莲有当兵，爱上到西部来，所以为花莲服役盖医院。敢那安尼讲起来呢，大家人认为对，这种生命啊无价，在没有医疗、缺医疗的地方需要，所以每一位啦、资深的菩萨呢，真且有情，就是菩萨，更有情叫做菩萨，真正的他们人传人呐、爱传爱啦，这那不是在婆婆妈妈用清净无私大爱去付出，无法有今天。在国际57个国家呢，有慈济种子，我们慈善的人文，把社会大众呢，不分他的职业是什么，也不分他的宗教是什么，共同投入，共同呢有一个慈济爱的精神方向。同样在普天之下，同样在一颗地球上，我们要同时呢付出这一份爱，所以福田一方，邀天下善事，心连万里，造慈济世界。安尼直直传落去呢，传到五大洲，都会有慈济人。这都是呢，从一念心开始。转为慧命增长啊！事实示范，
是幻化人生也好，真实人生更把握。就哪怕受尽了修命一尽，化尽心一滴，感恩大家用心用爱传承了法脉宗门，此际净师的法脉一定要勤行道，此际宗门是人间路呀，路要开，路要破，祝福大家，感恩绵绵延续，请感恩。